夏天化妆讲究一个字，傻。叮咚，你们最贴心的宝藏挖掘机男仔上线，给你们挖出来了一批巨小众、巨平价、绝美爆闪眼影，个个都是坠落人间的星河。看我的视频，我保证下一个星河就是你。不想当高光的眼影不是好眼影，迷上这块眼影真的一个字绝，只当眼影都太可惜了。超级治愈的土豆泥质地，软软糯糯的手感，实在是控制不住啊，把它摁了个大坑。它的闪是那种湿漉漉的可以流动的闪，看到它就想起了那种比较强的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。我可以把我所有能想到的美好的形容词全都送给他，一点都不过分。给你们看他和 Fenty Beauty 的对比，这真的是我见过最最最最完美的一个平替。上脸细腻丝滑，一点都不显毛孔。38块钱哦，我手里的那些丽尔夫曼突然就不香了，我真的是个渣男。卡乐格六色眼影，色号是童话王国，包装有点小清新，大家看看这个配色，非常日常，再加上一个非常公主、非常童话的一个大闪片。这个闪片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、带偏光的那种糖果纸，缺点呢就是容易掉，比较难卸。但是里面另外一个金属光泽的细闪，看看这个颜色，肉眼看里面是有那种霓虹灯一样的紫色和蓝色的小灯泡。其他几个比较日常的颜色表现也很优秀，这牌子真的没多少人知道，知道的可以在评论。你说一下，非常小众哦，一杯奶茶的钱就可以搞定。第三个是丽曼的六色眼影树莓色，如果这能带个小镜子就好了，这种葡萄紫配色就很适合夏天啊，夏天就把自己画成一颗一捏就能出水的葡萄，浅色度和延展性都很棒。里面一共有两个珠光色，一个是非常低调非常细腻，甚至可以拿来做高光的偏香槟色的细闪，还有一个就是像碎糖纸一样爆闪，叠加在我们的眼皮中间，真的绝了。就这个配色你拿它画个眼妆，走在商场里这个回头率都能到100%。我还有不少小众